那么很多乌鸦要吃它的肉，另外一只小松鼠奋力抵抗。倒在路上的松鼠已经回天乏术，但他的朋友显然还没有放弃，努力护卫着，不让虎视眈眈的乌鸦接近。他的尾巴一直摆动，还突然站起身，挥动前脚，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而乌鸦则是不断挑衅，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移动，双方对峙僵持不下。小松鼠甚至一度往前冲，想吓跑乌鸦。但镜头拉远一点，看到乌鸦竟然有三只，还轮番上阵挑衅。小松鼠用身体趴在同伴的身上来保护它。虽然这段网络上的影片没有拍出最后到底松鼠互有保卫战结局是什么，是乌鸦放弃离开，还是小松鼠不敌投降，但 PO 上网络短短一星期，浏览人次逼近百万，大家热烈讨论，都觉得这只小松鼠对朋友的忠诚表现实在叫人佩服。东森新闻。